样吃饭的都不开张，都不开门，出来的人还是稀稀拉拉的啊。好，这就是星期天啊，星期天的晚上啊，傍晚，应该说傍晚，星期天的傍晚，四川路啊。今天是2022年3月27日傍晚的6点左右，这里就四川路啊，四川路，四川北路，虹口区的四川北路。好，这两间要倒开的，前面两间都没开。你看这里估计都外卖的，不能堂吃的啊，堂吃的都关门，堂吃的都不开了。所以说，不能堂吃的都关门，外卖的还是能开的。你看这种大楼啊，开的干嘛呢？没什么生意，还是开的，还是开的，开的也要发工资啊。哎，都变国家嘛，好了，是不是啊？今天的温度，今天好像阴天，有时候多云，阴有多云转阴，阴转多云，反正就是有时候阴天，有时候多云，有时候偶尔的太阳露一个小脸，小花园也关门。好，我们往那边走，黄浦桥那里没有走过的路走一遍吧，好不好？没有走过的路走一遍，走一遍，让大家看一下啊。好，我今天来说一下，今天看到几个那个，反正就是网上看到的。第一个，这几天，星期六，昨天我在家里做那个，新冠抗体试剂盒嘛，自己自行检查做抗体。抗体那个有一个试剂盒弄完了以后有一个笑话挺好笑的，一个小区里面的一个老人嘛，用上海话说嘛，一个上海人的里向一个老头子，一个老头子伊拉讲是精品进了结棍了，一个不是抗体里向嘛，抗体里向有一只试剂嘛，试剂里向是侬跌下去的屎摆了背头里通跌下去的屎是两根杠子，就是疑似阳性了。有阳性作用了，是一根杠杠头的，就是没问题的。一个老头子拿了个两根杠杠头，到处去跑到居委会，哎，那个是哪能回事？哎，那个是哪能回事？问，哦哟，问到人家居委会人吓死他了，到这个居委会封闭，到这居委会问好了也不执行，还要在小区里向每个人去问。哦哟，人家讲吓死他了，你要看到伊神经病啊，反正就是身体倒了，再放出来了，人家讲。该发个毛病才发出来，哦哟，到时候来人家马路小区高头，人家还有人讨论的嘛，葛么人家才吓得跑脱了。到时候伊讲伊拉是密接，我也不想做次密接，快点跑开，绕道开。我觉着春天到了，神经病才发出来了。伊讲，搿桩事体也蛮笑话。还有桩啥事体啊？还有桩就是，人家搿种就是做好核酸嘛，老头老太勿是蹲辣门口头，老头嘛叫个几个老头蹲辣一道吃香烟，大家聊聊天。吹吹牛逼，一个旁边小姑娘，哎，别吹牛逼了，别动了的，做好核酸，快点回去了，快点，别再吹牛逼了。搿么，侪是人呀，人是群居动物呀。交关辰光，有种人一家头蹲辣屋里，有种人又勿欢喜上网，又勿欢喜哪能介个，欢喜吹吹牛逼也老正常的。反正搿桩事就是搿能好闹个笑话，看看搿精品嘛，哈哈哈哈哈，想想蛮好笑。我当老母讲讲了，好吧，就搿能讲讲搿桩事体。好的，接下来我们再说一个问题啊，就是做完抗体以后嘛，好多人都是好多有几个人都是阳性的，阳性的他怎么办呢？他就是有的时候打阳性，因为他是一张纸头给我们的时候，如果你是两条杠的疑似阳性的，你就要打这个电话。现在有的好多网上看出来，有的人好多是阳性的，他打了这个电话也没人理他。反正他说打了5、6天的，这个家里人肯定要传染上了嘛。一个人在家里，你叫他怎么隔离啊？他没有隔离病房的，
他也没有自己隔离的手段呢，你叫他怎么隔离啊？他就是两天了，五天了，最多的是五天，他有这个阳性的检测出来是阳性的，也没有及时的把那个他送转送到那个转送到那个所谓的方舱医院吧，也没人管他。反正那个听网上的在说，这个是驾驶员司机人手很紧缺，很紧张，没办法，转运不过来，车辆紧缺啊、应该是司机紧缺吧。有那个考的证的司机啦，比如说那个运输的司机啊，他没有办法转不过来，好多人比如说要隔离啊，在家隔离的时候，他有是密接者啊，或者防控的需要，或者在家隔离啊，他没办法了，转运不过来，所以说好多人手还是预案做的不足，我认为是预案做的不足，没有想到是这么厉害。还有一个对驾驶员对那个司机啊也是一次考验，如果你去参加了这个核酸运动啊，和你去参加了这场那个反正参加这个事情啊，你就在家里要隔离，你肯定回不了家，天天上班的你肯定在单位里面两个月，如果你工作了两个月估计起码的不能回家，不能到小区，全部是在家里隔离啊，全部是在那个管控区隔离了，是不是啊？也不能回去，估计也是一个考验。虽然工资多了一点，但是有的人想做啊，有的人不想做。我认为如果碰到我是做驾驶员的，我是肯定要做的。为什么不做呢？你不做不可能啊，到时候你如果不做他就辞退你了，或者打包回家了，过了好疫情好转了以后你就没工作了，你没工作了你再去找工作，年纪轻的无所谓，年纪大的工作不好找，年纪轻的也应该再做下去，到时候疫情好了不一定会马上找到你合适的你喜欢做的工作，现在你在这里做最起码是你自己认为还可以的吧，你想做的吧，能做的吧，最起码是能做的，想做不想做是不知道，最起码你是能做的，在那里做的，你做下来以后疫情好了你还在那里工作，最起码有个收入吧。现在的年轻人跟我们小孩子00后90后跟我们想法不一样，我们这种老逼样子的想法都不一样的，我也不知道，反正就是这个回事，好吧。